家好，我是毛球。新的一年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Yeah! 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 Bosch Campus。然后呢，这是经过了寒假之后的第三集《校园最有特色》系列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，就是 Bosch Student Center。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新的 Engineering Building。那我们就走吧。我们现在呢，在的就是最新的 Engineering Building， 然后这也是我们学校最新的大楼。然后我们下一个进去吧。我们下一站呢要去的就是学校的数理图书馆，然后现在经过的是我们学校材料工程的 department。 现在这里呢就是 Hill Center， 然后里面呢就是数理图书馆，现在就一起进去看吧。这栋呢算是 Bosch Campus 长得还算蛮有特色的一栋建筑，然后我们现在呢要走去 ARC， 然后那一栋听说里面有很多那种模型跟展示品，然后其实很少学生知道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因为今天三楼刚刚好就气体外泄，所以呢不能上去看那个 demonstration， 然后呢我们就只好下一次再来录，但是我会把那个展示品那些都放到幕后花絮，所以一定要看哦。刚刚从 ARC 那边沿着一条路走过来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呢来到的地方就是 Pharmacy， 然后呢这里就是我们学校药学院的大楼。然后呢在这里说一下，我们学校的药学院呢是全美第一名的。我们现在呢刚好看到了 Bosch Campus 呢最经典的东西，就是这里超多鹅的，然后我现在要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 Bosch Campus 呢真的太大了，我们决定要搭公车，因为走过去太远了，那现在就一起走吧。
来到了学校的运动中心，然后这栋是 Weblin Recreation Center， 然后呢它是我们学校最大的运动中心。然后呢从这边开始，那边是我们学校的足球场，然后呢旁边后面那个是我们的沙滩排球，然后现在就让我带大家进去吧。BUSH 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，然后呢下一次呢我们要拍的就是 College Avenue， 也是我们最后一集的校园最有特色系列，然后喜欢的话呢要记得按赞加订阅哦，拜拜。